18号，国军某部队在北部基地举行一项特种作战演习，他们个个身怀绝技，屡显如仪，充分说明了国军强大的突击战力。这项演习是为配合共匪暴行资料及大陆反共革命事迹展览而举办。海上操练也是突击训练的主要科目，他们以新式快艇演练各种战法。在执行这项任务时，快艇经常是以最高的速度冒着恶劣的气候，在敌人炮火下冲锋陷阵，搜集情报资料，或袭击大陆港口的共匪舰艇，以激起大陆同胞的反共抗暴动潮。